从这个球啊，球被树挡上了啊，这边是个广场，从这边呢转过来就是这样一个雕塑，这个大哥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这一看是个现代雕塑啊，人都是拼接出来的大理石，然后这面是一些树剪成的圆形，我觉得这个呀和这个巴黎很像，巴黎大家还记得吗？在那个香格舍利大街上，两排都是那种高高的树，而且都剪成了正方形的。它这边呢是剪成了圆形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啊，还有个情侣在这自拍，这边还有一个圆形，这总共是四趟两条马路，啊，非常的漂亮。这应该是一个大森林，这个大森林呢，修剪的我觉得有点太过于。没有那种原始气味了。哎，是个篮球场。现在我去打篮球那边看一看，因为我作为一个篮球爱好者，是必须到那边走一走的。